把设计报告交给我，还有别忘了上周我交代的事情。Who is the best？ 用行动告诉我。Fall in love 啊！开始行动。好，我现在要专心了。今年度的电影提案，我们选择奇幻题材，主角幻想可能在现代复活，大闹市区，目标受众定位于90后年轻人。那以上的评估报告，已交给你。嗯，这个 idea 我喜欢 ，good。报告经理，图报好了。反了。还有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谁看得懂？我的评估报告呢？啊，都忘了。